友，大家好，欢迎收看这个礼拜的《关心事政》，坐回来，我是蔡小军。税务问题贴近我们的生活，今天的节目中，我们要透过简单生活化的方式，为大家解释这个税务的各种疑难杂症。在今天节目中，为您邀请到三位来宾，带大家针对我们的牌照税、房屋税等地方税的开征状况，提供大家最新的资讯，还有实用的节税技巧。首先为您介绍第一位来宾，是我们基隆市税务局牌照税科科长江淑清。主持人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江科长好。第二位呢，是我们房屋税科科长陈怡君。主持人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陈科长好。第三位是我们纳税服务科科长简素然。主持人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简科长好。要先带大家来看一看，其实我们就是跟上时代潮流，这个缴税越来越便利，越来越便捷。来看看我们把牌照税变成一张咯。亲爱的，我把牌照税税单变成一张。哈哈哈！哦，够来啊啦！这里也一张，那里也一张，啊，每年收到这么多张牌照税税单，拢唔知影倒一台车落啊，倒一台车未落，真是伤脑筋啊！嗯，你不知道吗？您可以直接向车籍所在县市的地方税稽征机关提出归户申请，把多张缴款单归户成一张，方便缴税，也不怕漏缴。也可以透过书面邮寄等方式，或是透过地方税网路申报作业入口网线上申请。如果车籍是涉及在台中的话，就可以利用本局官网线上申请，超方便的。哇，这也太赞了！和我一样有好多车的朋友，赶紧来申请吧。欸，真的是越来越便捷。不过说到牌照税，不知道你有没有收到税单呢？使用牌照税在四月已经开征了，民众如果到现在还没有收到税单的话，应该要怎么办？或者是你收到了却不见了，现在想缴钱却找不到了，我们要请教我们的科长来跟大家分享一下，请教张科。江科跟那个各位观众朋友大家介绍，就是税单呐、原则上我们是在三月中就会托那个邮局，委托邮局来寄出去哦。那有时候可能那个民众时间到了却没有收到哦。那提醒大家，其实除了可以电话给我们税务局电话要求我们补单以外呀、还有很多便捷的方式，包含可能可以到那个超商有那个多媒体机，您就很方便打进去您的身份证跟车号，它就可以跑出一个小白单，就可以去补，就是可以直接缴税。那另外可能还可以透过像查缴税系统啊，网路上的查缴税系统的方式哦，那以及那个电，以及那个可能直接到我们税务局来补单哦，有很多方式。那也有我们在那个监理站，全省的监理站呐、也可以做这样的一个补单的作业。那只是我想说跟大家介绍一下，就是说有些人他可能以为他或许新买车，或者是他换了车，他不知道哦，他以为他没有收到税单哦。那如果是150cc 以下的话的车辆是不用缴使用牌照税，所以遇到这样的时候，有些稽查打电话，我没有收到税单，事实上它是不用缴的。还有一种是那个完全以电能为动力的这种电动车，那个电动车它也不用缴税，在2014年底的时的那个之前是不用的。对，那这个部分不用申请，我们税务局直接就会让，就是它是免征的一个注记哦。那刚才有介绍，就是刚影片我们有看到哦，我们现在有推了一个，就是全国在于去年7月要开始哦，就有一个归户的一个申请哦，跟大家介绍一下，就是说我们如果税单呐、一般是这样子，就是以你没有申请归户的时候，或许你一辆车以上是应缴税的、那你可能例如说两辆，那您就会收到两张这样子的一个税单哦。那有些人他觉得有时候或许就不小心没有完整的收到，或者是不小心其中一张掉了，所以我们就有推可以归户。那归户就是以例如我基隆市，我如果有两辆车，那我申请的归户，一台是轿车，一台是机车，只要是应税的都可以申请。如果说刚提的那两者，那个一般跟民众比较有关的这两者免税的话，就不会在上面了。对对对。那您如果说申请了以后，包含刚有提到那个
网络上也可以申请，临柜也可以申请。好，那还有我们就是在那个税单里面也有介绍哦。那他如果申请了以后，就会变成这个样子哈，就是您那个重机，嘿，那个观众朋友看一下，就是例如这一个人他有三辆车，他申请了以后申请了以后，他那个拿到的税单就会长这个样子，就是哦，例如他三辆，那就会在这里，那大家看就会有一个你这一辆车的税，然后您是什么样的种类，哈。那这个也是我们那个客车牌照税的一个依据啊，就是说你是怎样的一个种类，怎样的那个 CC 数或者是马力，那你那个使用的期限，那最后这里就是看，您看这里就会有一个您应缴税额的金额，所以这个部分就是比较方便。哎，你拿到一张，那一样，如果您是办转账纳税的民众，他也这样子也是一张，他就是。不会，哎，你很拿到，例如三台车，你就拿到三张，有时候遗失或其中一张没有拿到，大概跟大家介绍一下。是，就是把那个牌照税变成一个，不管你有多少车，就可以统统用一张就可以来进行缴费。可能我再补充一下，我刚刚忘记提了一点，就是其实它归户的话，它是整个系统上的一个设计，就是五笔为一张缴款书，一张税单，所以你有六台车，六台车就会收到两张。哦，好，大家知道了哈。那也有民众就反映啊，他就是说，哎，他现在要缴税了，但是他的车子逾期没有去验车，那怎么办呢？这个部分哈，跟大家介绍一下，其实有些民众他可能没有去验车，以后他的牌就被那个监理机关把它注销了。那注销了以后，这个时候的牌是属于无效牌。那无效牌其实你时间被预检注销的时间的时点以后，我们税务局在于那个使用牌照税这一块是停征的。那停征了，您没有缴税，您牌是无效，您不能开到道路上去使用公共道路，被查获就会有罚跟补税的问题。那他所谓的使用公共道路啊，它不是只有把车子开到路上，它含的就是包含你停在路边的停车格，或者是就是那个停车这样子哈。那查获到他罚的部分呢，就是说例如我可能哦，今年的那个一月我就被预检注销，我没缴税，那我四月二十号被查到了，我被查获到了哈。查获的情形包含可能就是违规单，或我们有那个全国都有设那个摄影机哦，那以及那个ETC 各方面的停车的那个资讯哦，那你查获到你使用公共道路哦的情形，我们就会罚刚才讲的一月本来停税了哦，那就在罚到4月20号，哎，除了补税补这几天的税以外，还要再罚。那罚则它就是法定规定就是两倍以下，那两倍以下它财政部有定一个全国的，就是说一年第一年的第一次就是罚0.6，第二次及以后就是1.2，那你明年再一样，你又一样没有去0.6再加，对对，就在一个0.6 1.2。那遇到这种情形怎么办？第一个，如果说你的车是能够开能够动，你只是没有去验车，你赶快去请个临时牌，然后把车子开去验车以后再去领新牌。另外，如果不能，你可能就要用拖吊车去那个。记得你没有领临时牌来，你不要再把车子开到道路上，那就是刚刚所讲的，你就是被查获使用公共道路，就有被罚的情形。好，大概跟观众朋友介绍一下。是，哎，真的要小心一点，因为很多民众就说，哎呀，糟糕，我就是没有去验车，结果现在又要缴税，这怎么办呢？哦，就是有这几种方法，大家要看看哪一种最适合自己，就要赶快去解决问题。那另外呢，就是也有民众说，这个使用牌照税单过期了，没有去缴一样被罚嘛，对不对？对，没错。跟大家介绍一下，好，刚有提到哦，其实那个现在是刚好在那个牌照税的那个缴纳期限哦。那以今年2013年而言是4月1号到4月30号。如果您逾期没有缴逾三日，就会罚1%的滞纳金。那我们在税单后面哦有一个介绍哦。那如果今天一号没缴啊，他不会罚滞纳金，因为他是逾三日，所以逾三日那个
五月一号、二号、三号，三天啊，是不会有滞纳金，可是它还是算逾期哦。所以逾期你没有缴，你有一些行政救济或什么的一些权益，你或许就会有所影响。那但是你看哦，四号才缴，四五六都一样，你四号、五号、六号缴，你就会有就已经逾三日了。好，五月四号就逾三日，就会有1%的滞纳金。那这个部分呢，说实在，大家就是那个不要跟荷包过意不去哦。大家就是大概记得，你有车子的话，应缴税刚刚讲的那个不用缴税的以外，应缴税的，你四月份您没有拿到税单，您就赶快。很多刚介绍的一些管道哦，包含最方便可能就到那个超商的那个多媒体机去按去缴。那自用的车子的话，就是四月份要缴税；如果是营业用的车，就是四月跟十月分上下期来缴哈。那还有另外一个哦，还有另外一个，除了刚讲的滞纳金以外，其实罚则上也有一个牌照税法第28条有一个部分，就是说你没有缴税又把车子开到使用公共道路，刚好跟刚才一样，你停那个路边停车格、路边停车一样，你就会有一个法定的规定，就是罚1倍以下。那这个一倍就是说一样，你税额它一样跟您我们一样会去催讨哦。那包含您如果那个时间到了，刚讲的滞纳金，滞纳金你没有缴，到了30天。就是所谓滞纳期满了，我们就会有移送强制执行的情形。那有些人他在这中间没缴税了，他又把车子使用公共道路又被查获，他就会罚一个，除了刚刚讲的催那个补税以外，还有一个就是罚0.3，总共可以有3次，因为法定规定是一倍以下嘛，所以会至多罚到3次，就是0.9倍。那这些东西其实都是。可以避免的啦，所以如果说我跟大家介绍一下，我们在税单里面呢，我们其实也有提供给大家一个比较方便，就是说你如果会忘记，您就办转账纳税，转账纳税它时间到了就帮你扣，这是比较方便的方式，大概跟大家介绍一下。是，就是其实最简单就是转账啦，就是你就不会忘记什么时候要缴税了。那刚刚也有说到不一样的罚则，有的是 1.2， 有的是 0.6， 然后有的是 0.1， 大家要看好哦，不要让自己的荷包给损失了。那说到荷包，就要带大家来问一下我们的江科长、淑清科长，牌照税有什么样的优惠，民众可以少缴一点？跟大家介绍一下哈，就是刚有讲到的，可能电动车这个部分，我们本来就会那个啊，油电混合车嘞？没有，因为它必须完全以那个电能为动力的，所以油电混合车它还是要课税，就是几 CC 就是课几 CC。对对对，它有一个那个表，就是说，可能又跟一般的车不一样。如果有需要的话，其实这个在于网络上哦，大家都很容易可以那个搜寻得到哦。就是每一个我们就是定额什么车种什么多少 CC 数，它定额就是课多少税，那差在可能自用跟营业的部分哦。那这个。网络上我们都有提供相关的资料哦。那我再另外跟大家介绍一下，跟大家可能关系很大的哈，或许是您的那个家人、本人或者是朋友哦。那这个部分真的是可以让他这样，就是他这样的一个美意哦，其实就是可以让大家省很多税额的部分。就是大家有一个观念，就是说，如果供身心障碍者使用的车辆哦，我这边有大概介绍一下哦，它是有条件的哈，就是说，你如果是供身心障碍者使用的车辆，第一个，它有一个限额，就是2400cc，一个身心障碍者可以就是一台为限哦。那2400cc以内免税，跟大家介绍一下这个部分哦。那个2400cc以内，如果说例如哈，我这里有做个那个举例哦，如果它是2401cc 的哈，这个它刚好它的自用小客车为所谓的一个，我们来看它的税哦，它是一年是15210。那我刚刚有讲嘛，2400cc 的税额是11230的时候，扣掉以外的这个部分不能免税。所以如果这个民众他是持有一年是自用小客车，他有申请身障免税，好，他2400哦，例如2500cc，那他就会收到一张3980的税额。对，那他又有分哦，如果说是因为他
以前就是可能就是说，哎，那个身障者本身有驾照，他自己的车，他我们就这个情形下，我们在那个我们税务局哈会主动帮他核免。那因为他的规定也是，如果你有驾照，你就一定要用自己的车。那后来就是哎，后来就是大家哎觉得哎，那有些我没有驾照啊，我可能家人来那个载我，可能就医或什么的。那这个情形下，必须是身障者，他因为那个身心障碍的情形下，他没有驾照的，那他除了也可以用本人的车哈。那以外还有配偶的车以外，还有一个就是大家可能有时候会遇到，就是同户籍二亲等以内的亲属的车。那当然还有一种是那个法院选定的监护人辅助人，这个是比较少。那我大概跟大家介绍一下，除了我们会主动核免，就是你身障者本身有驾照，你一定是自己的车，或者你没有驾照也是用自己的车的时候，这一块我们会主动核免，你不用申请。包含如果说像那个他，因为我们牌照税就不用缴税了。哎，对，我们如果说他牌照税，哎，我们一月一号的车籍嘛，抓到的就开征，但是我们四月缴税，那他可能这已经缴了税以后，他才有这样子的一个免税的适用条件，那我们也会主动帮他办退。哦，对，那个，但是刚才有提到一个，跟大家提醒一下，同户籍的这个东西，只要是同户籍，如果你两者车主跟身障者不同址，不论谁先走，反正不同一个地址的时候，不同址，不同你原本来申请的那一个户籍地的时候，就从那一天就会恢复课税。好，所以这个部分也提醒大家，那包含有些人他可能身障者他有一个那个鉴定日，那他到期了没有去办，这个部分他就免税条件不符了，我们也会那个不符的日期开始算恢复课税。那我们还有一个跟大家介绍一下，所以我们其实税务局希望的就是说让民众很多变更方便申请的，所以我们可能透过不论这样子的一个机会来介绍以外，我们也在那个我们的那个税单的信封，好，这个信封有没有？我把它放大了。好，在信封里面呢，就有一个申请书。好，大家那个就小心把它拆开，好，这样拆开了以后，它就长这个样子。那您就写一写以后，因为牌照税我刚刚有提，它是一月一号就开征，它是每一天都计税，所以如果说您越早申请，您就越早可以，您若符合免税的条件，您越早申请，您从申请日就可以那个免税。大概跟大家介绍一下，这些都是优惠。那我再跟大家提醒一件事哦，就是跟税额也有关的，就是有些人他可能出国，他那个长期哦，半年、一年，或者是他有各种原因，他的车子就是不用了。那不用了，他就去办，可以去办停到监理站办停驶。停驶从你停驶那一天就不用缴税了。对，你停驶期间就不用缴税，但是要提醒大家，你停驶办了以后你没缴税，记得不要再发生刚才没缴税要把车对使用公共道路，那又如果被罚还要补税，那就划不来。那所以你如果办停驶，您要在使用的时候，若例如你可能两个月，我这两个月不用去办停驶，去监理站办，我两个月后我要使用了，记得再去办复驶以后才可以再使用公共道路。跟大家提醒一下，那也是跟税额上比较能够节省部分。对，就有的民众刚好要出国去工作嘛，所以他就是那一段时间不用，但是你工作完回来要用车，记得还要记得再去申请要复驶这一件事情，然后税额就开始计税。那这就是我们牌照税的部分，还没有缴的民众要记得赶快去缴。接下来要带大家来关心我们的房屋税，房屋税就在五月份开征，房屋税额怎么算可以让民众了解吗？我们要请教宜君科长。主持人好，那房屋税的税额的计算方式，其实我们在税单后面有个说明啦，哈，那说明是比较就是一个小小的说明，跟大家讲一下它是怎么计算的，就在这个位置哈，税单，因为我想现在应该大家都有收到税单，我们税单在上个礼拜就已经全部寄出去了，也提醒大家，如果没有收到房屋税税单的朋友哈，民众请
打电话到我们办公室来补单，也可以去便利超商按吗？便利超商是可以按啊，可是我们跟牌照税比较不一样，牌照税它直接打车号就好了。那房屋税一定要有自然人凭证或者已经有开通的健保卡，那你可以在那个超商的 kiosk 去补单。那当然的，如果你既然有自然人凭证，建议你可以直接上网就办了。上网，直接我们有一个那个地方税网络申报系统。那你进去里面，那你就可以做一个查询的动作。那它是全省的，你查询的动作，你查询完你觉得要缴，你就可以马上缴，一直搞定，时间更方便。跟牌照税一样，上网按一按就可以一直缴掉了。那当然的，因为牌照税它到 kiosk 口它还蛮方便的啦，它直接打车哈。我们就是一定要自然人凭证，而且有这个就网络更方便。那我们的计算方式就是这里哈。就是我们用我们的课税面积乘上税率，乘上十分比例跟课税月数算出来的。那先讲一下，我们想说先提醒大家一下，今年我们房屋税目前是按月核课，今年按月核课，我们从预告一下，113年七月开始，房屋税会改成按年核课。这样比较省吗？对民众有利哦，因为我们会跟地价税一样，就是采对民众有利的方式去核计。那以前我们现在就会跟大家讲说，像房屋税，我们就会请跟他们讲说，如果你有任何的使用情形，跟他尽快来申请，因为我们按月计嘛，那按月计当然就会影响到你的税金，你越晚申请就越晚。对。那等到之后就没有这个问题了，就是会有一个基准日，那计算的部分是这样算。那我们先跟大家讲，说明一下我们的课税限值的怎么出来呢？课税限值是我们每三年会有一个不动产评价委员会，我们会重新去做核定的限值的动作。那我们今年的部分，我们用到是111年当时候的核定的限值，那会到我们明年预计也会再开一次不动产评价委员会，那这个部分就会有所变动。那当然的，房屋税的特性嘛，房屋税有折旧，我们这里会有我们的限值里面会有每年越缴越少，对，好，除非你有增建，你当然你增建你会有增加新的使用价值，如果没有的话，我们的房屋税会逐年递减，跟地价税不太一样。那我们如果说大家觉得我的税单是不是怪怪的，其实我们在税单我们税单的核计数这边这一张刚好没有，我们税单核计数如果说它金额有变动，它这边会有一个会有箭头，那大家可以看一下，如果说觉得说奇怪，我的税单为什么会有变动，会涨，有些会增加嘛，对啊，好奇怪，那会有增加可能就是增建啊增建啊，或者说我们像我们不动产评价调整的时候，地段率那个地方的越来越繁荣，我们地段率会调整，那个也可能会增加。那大部分都是增建。那如果大家觉得说，到底什么原因？你可以看一下我们的第三项，它有告诉我们变动的原因。如果是一般来讲，大部分都是往下，都是因为折旧都会往下。那如果有的话，你可以看那个项目，可以看一下。如果有什么问题，就打电话来询问，我们会承办委员会详细的帮提出民众来做解答。对啦，我们会直接做解答。是，然后还有很多这个房东，他就说他把房子出租给房客，房屋税可不可以比较少一点呢？房屋出租给房客，那我们要看以现在来讲啊，好，我们要先说以现在来讲，现在出租的部分嘛，有一种不外乎就是出租给一般人，那出租给公益出租人，好，就是租给那个出租给低收入户，就有领政府补贴的租金补贴的人，还有一种是公益出租包租，就是社会住宅包租代管，大概有这三种。那公益出租人的部分呢？好，我们公益出租人的部分，我们看一下我们的税率。我们的税率这边有个住家哈，我们其实我们的自住，我们的最低的税率是自住及公益出租，就是如果你的房子是租给低收入户哈，这些有领有社会租金补贴的人，我们的适用的税率就会是最低的税率哦，0.1。不是0.1，0.12，0.12，少了一点点。好，那再来就是还有一个社会住宅包租代管，那个就是把房子包租给就是委托给那个管理公司去做管理的，包租。那还有就是
管理公司做媒合的哈代管。那这个的部分，它因为它是出租，所以它不是住家用。那住家用就0.1，对不对？住0.12，0.12，现在是0.12，都是0.12，不是0.1。未来，未来，未来，现在是0.12。那如果你是社会住宅包租代管，就会跑到这一块来，会跑到非住家的非住家里，非住家的里面。那非住家里面会有分。住家的部分哈，非自住啦，非自住的里面会跑到这里。那他跑到这里里面之后呢，我们还会有一个，我们有一个那个减征条例，减征的自治条例会减成20%，减完之后你的税额就会跑到这里啦。好，所以还是一样自住的税率。那其实不管公益出租人也好，社会住宅包租代管也好。它都有一些其他的优惠。那我想说顺便让大家知道一下。好。来。省钱了，真是省钱啦！啊，对，它省钱的部分呢，它除了房屋税之外，好，除了房屋税之外，地价税、所得税都有减免。哦，好，那公益出租跟包租代管，像我们以公益出租为例啦，哈，公益出租的部分，房屋税就是用自住的税率，地价税呢用自用住宅优惠税率，所得税的部分它可以做一个折减，哈，就是可以折到。15000元，好，就是我们平常的收入免税，它可以算，就是每个月15000元内算免税，超过10000，就你租金超过15000元才开始帮你核课，核课所得税。那核课的时候，核课完之后，它那个它你还是可以减除那个租金的必要费用。所以对大家来讲，其实说真的，我觉得现在租给公益出租跟包租代管。其实就是最省钱的方式、啊，是啊，以税金来讲啊，最省钱的方式就是对房东来说，对 对啊，一般出租就没啦。一般出租，你看房屋税目前是1.5%，好，地价税就是因为地价税的税率是10%到15%，啊，五倍哦，嘿。那所得税的部分，它也不会有那个定额的减免，对民众会比较不利啊。当然是鼓励大家，因为就是响应。政府的住宅政策哈，多多参与做成为爱心房东是没错、嗯，就是其他外县市有开办这个社会住宅，享有租税优惠，就跟我们基隆一样，哎，对对对，也都有，也都有。对，那房屋税还有没有什么更优惠的折价措施？房屋税其实房屋税的优惠的部分，我想说，哎，那刚好可以跟大家来说明一下，房屋税的优惠就是刚才讲的，就是最低啦。以民众来讲嘛，我们要讲说，最主要都是以民众为主，当然的房屋税也会有减免啊。如果是你是低收入户的话，那你的房子是免税，好，我们会主动帮你减免哈。那你像你其他，你可能把房子给政府使用。那这个部分也可以申请免，就是政府如果通报，我们也可以免税。就你家很大，可以当黎明会堂那种概念。对, 對, 對, 對，如果你无偿供给政府使用，那当然也是免税。那除了这个之外，我们要讲说跟民众最有关的，那最民众最有关的就是自住的部分。好，就是刚才有跟大家讲的自住跟地价税，也有一个自用住宅优惠税率。对，那两个其实是不太一样的。好，那两个不太一样，是因为现应该是讲一直以来规定都不太一样。那我想说，也顺便跟大家讲一下，应该可能有些人如果说有关心一下社会议题，会知道房屋税的部分，在今年7月以后开始，房屋税会有做一个变革。那针对于自用住宅这个部分，就是我们的自住房屋的部分，也有做一个变动。那我想说，也趁这时候也跟大家来做一个说明。好，那地价税我们想一下哈，这地价税，地价税是1/2嘛，10%啊，10%变到2/1，好，它是省5倍哈。那房屋税的部分，目前哈，我们现在开征的是1.2%，好，就是1.2不是一啦哈。啊，等到未来呢，七月以后多了一个。单一自住，全国单一自住，就是全国呢，如果你只有一间房子，那你符合自用住宅的要件啊，不是你啊，应该是本人配偶、未成年子女只有一间房子，符合自用住宅要件。我还想说，老公一间，老婆一间，对对，因为我知道很多人问同样的问题，所以要赶快讲一下要先提醒一下，就只有一间，三个人哈，一间哈。那如果你是全国单一自住，因为保障住应该啊，住宅就是那个居住的争议，所以有给一个优惠，就是变到1/1%，好，这是全国单一自住的部分。那同样的，刚才也有提到房屋税要改成
按年课征。对，所以我们之前我们会提醒大家说，哎，早一点，房屋税就是这样，你哪时候使用情形变更，赶快来申请。那之后呢，房屋税它就会改的跟地价税一样。好，好，我们一样啦，就是设立先讲一下，就是会跟他一样，就是我们有申请期限的问题，因为我们改成按年，所以像地价税，我们会整天跟大家讲说，记得9月22号以前申请，好，当期申请的话，当期适用，如果超过的话，就会次期才使用。那房屋税目前就是早申请早使用，好，7月以后呢，就是要在3月22号以前申请，好，都是其实都是开征40日，那房屋税5月开征，所以开征40日就是322，地价税是11月开征，所以开征40日前就是922，好，要在3月22号以前申请，那同时呢要办竣户籍登记。哦，它会跟地价税一样哦。我们之前不用办竣户籍登记啊，我们以前就是实际居住就好。现在除了要实际居住之外，还要办竣户籍登记，一样要无出租、无营业才可以适用自住的要件。对，七月以后1%。啊，七月以后啊，单一自住啦，要一间啦。如果你很多间也没有啦，没有很多间就是1.2。那1.2的部分，如果比如你有3间房子，这3间都是1.2。没有啊，户籍哦，还要看哦，还要看户籍哦。好，户籍要都要有户籍才有1.2，没有户籍就会变到非自住。1.5，不是1.5，会变。要看情况，看你是出租还是非出租，好，那个都会不一样，而且是各县市有不同的税率。对，你们大脑好厉害啊！啊，就大家可以最基本的啦。其实因为说真的，一般人不会很多房子嘛。那不会很多房子，就是大家把握一下，从7月开始以后啊，记得哦。如果说你房子很多，大家可以规划一下，就是户籍要怎么规划最省钱啊。我们不像地价税，地价税有一处为限呐，哈，房屋税没有，房屋税就是还是一样3间哦。好，你就是不要你就是3间啊，就是直系亲属涉及，他也不管你成年未成年，反正就是要直系亲属涉及就可以申请。如果你有土地的话，你有3个那就不一样了啊。因为土地跟房屋的那个规定有点不太一样，可是可以确定，就是你既然能够申请到地价税征用住宅，只要你在3户以内，不要超过3户，你原则上你房屋税一定可以申请。好，大家要记得啊，那反正7月又有不一样的，大家到时候算一下。对啊，大家可以说，如果有户籍想要有需要迁户籍的，可以早早迁进去，因为法令大变革的时候，我们会发辅导函。那如果你们户籍在里面，我们会自动帮你设定成自住。那如果你户籍没在里面，我们就会发辅导函，就怕说你没收到啦，等一下又丧失享受权利、享受节税的优惠的机会。是是是是。那现在要帮房东来问问了，像张先生他就说他在基隆市他自己有1间房自住嘛，但是他在新北市有3间非自住的房，那么根据修法的前后规定，那他缴的税会比较多吗？一定会影响的哦。嘿，先跟大家报告一下，我们现在刚才有讲嘛，哈，自住的部分，哈，他新北是自住1间房。好，他如果只有1间的话，他当然的，他有可能啊，不是新北，应该说基隆嘛，哈，基隆只有1间自住，那就是维持1.2，嘿，那如果因为他还有新北的房子嘛，所以他就没有办法适用到1%的优惠哦，好，因为这样子你看1+3=4间，他就会多缴0.2，他就会变到那一块去。那再来就是新北的部分，新北又是一个比较特殊的。好，你刚好问到新北，我就觉得，哎，新北真的特殊了点。新北早期哈，在今年以前，哈，今112年9月以前，它的税率跟基隆一样是，非自住是1.5，自住的税率是都一样，哈，全省都一样，都是1.2，除了那个比较特别有什么单一自住之外，其他它都是1.2。那非自住的部分，基隆一直以来都是1.5，好，就是我们这里有稍微跟大家讲。这个是税率表，我们是说这个。好，我们看一下修正前的，好，我们都是1.5。新北市本来也都在1.5，但是因为它112年9月的时候，他们有修法通过囤房税，他们的囤房1.0，他们的囤房1.0，他们的税率就不一样了，他们的税率就改过来，改成说
一户 1.5 两户 2.4 三户以上 3.6 那你刚才讲到的是新北嘛，新北自住一户我们就排掉了，它非自住有三户，那三户就是以他们现在目前是 3.6 的税率。哇，那如果以未来三户都是 3.6， 对，我们叫做全额累进，我们不做差额累进。好，就是不管是新制或旧制，全部都是全额。如果有就是取最高的那一个就 对，取最高的。那现在如果是新制的部分的话，那现在是台北啊，新北市嘛，哈。那现在新制的部分，现在目前是这样，是说财政部会定一个标准。那我们各县市会针对税率会定一个征收率自治条例，好，就是经过议会通过，要议会审核通过，所以各县市其实税率很可能会变动。那我们现在目前只能说，我们依财政部的标准来看，那财政部把税率分了两组啦，它分了一个直辖市跟非直辖市。那以因为刚才你讲新北嘛，哈，新北就会跑到直辖市三户嘛，哈，所以他们的税率就会变到 3.8。哇！对，又改了，会比之前的贵零点二一点啊，没有，应该这样讲。如果以现在来讲，如果以今年来讲，它就3.6到3.8嘛，好，0.2。如果是以今年以前的话，是1.5到3.6到3至4户是3.8，3.8，对，就差很多了。是，哇，那当然的，如果你的房子，如果你非自住有做其他使用，比如因为我们现在目前的借给政府之类的，好，借给政府啊，或者你有出租啊，出租我们刚才除了讲了，就是我们刚才的公益出租人、社会住宅包租代管以外，如果你只是出一般的出租，它的税率也会比较低哦，因为现在目前它是政府倾向就是鼓励大家要出租啦，就是房子要做有效的利用，所以它针对出租的部分，它的税率是有比较降低的，它就希望大家房子能够好好的能够做一个使用，那让那些没有钱买房子的租屋主可以很容易的租到房子，所以他这边的税率就会比较低，他就会跑到这一组的税率来，就是这里一二组的税率哈，修正后的税率，它是1.5到2.4，是，对，那也有复杂一点，对啊，复杂啊。那还有一位民众啊，他就说，哎、欸，他因为继承，他取得了一个住宅，但是他在这之前呢，并没有其他的房屋产权。那根据新制的话，那他是适合哪一种税率？他只有一间嘛，哈。对。那我们要前提就是要看一下他继承，继承并不代表他不能自住哦。如果他是自住，当然就是适用自住嘛。因为单一自住，因为只有一间。那如果他不是自住的话，那他就会跑到这一组的税率来，好，我们先看一下法定税率，好，就是非自住的税率，就是跑到这一组税率，好，继承取得的土地，取得共有的土地，好，他因为他是共有房子嘛，他会跑到这一组税率，就是一点修正后1.5到2.4的这个税率，好啊，因为他只有一户嘛，好，他只有一户，如果以财政部的标准的话，他就是1.5，1.5，对。就是看哪、啊，因为他财政部认为这不是自愿性的，所以他对于那个继承共有的房子，他给比较低的税率。他现在应该这样讲，我们本来非自住是一组税率，现在改成两组。是哦，没有三组，改成三组税率。变成三组税率。哇，好复杂啊！你们大脑好强大。对啊，所以反正有任何问题可以打电话来问。对对对，对，七月以后，我们其实七月以后财政部都会做一个辅导的动作。好，如果不符合优惠税率的话，我们都会发辅导函。啊，请大家不要看到辅导函，人家随随便便把它丢掉，记得要填回来，啊，记得要迁户籍。好好，那因应这个地方税的开征，我们要请教检科跟我们分享一下，税务局有没有一些活动加强民众对税务的认识？对，为了鼓励民众如期的缴税，还有深入了解我们牌照税跟房屋税的一些相关的细节，我们有办了一系列的活动。第一个就是依化缴税抽好礼，依化缴税抽好礼，现在网非常的方便，所以民众很多其实都是用网络来缴税的。那很长的就是像行动支付，你如果是利用那个台湾行动支付啊，或者是 EasyPay 这一些行动支付来缴税的，或者是用电子账户来缴税的，或者是说利用这两个是你有收到税，
刷卡也是可以，刷卡的话可以是在第三个，就是第三个方式，你也可以，就是你是用那个财政部有一个地方税的网络申报系统，你可以在那边做一个查缴税的动作，然后你查完税之后确认你的税额没有问题，那你就可以选择用信用卡或者是金融账户来缴税。不管你是用以上三种方式的哪一种方式，你都可以来参加我们的一化缴税抽好礼。然后我们就是牌照税跟房屋税会各抽出500元的礼券，各30名。哎，这个是鼓励大家尽量用网络的方式来查缴税以及缴税的方式。所以转账没有就对了啊。那不止，那如果是你是转账的话，就是下在我们这后面抽更多，有的对对，有后面有抽奖活动。如果是你一般民众，就是你不是用前面这个一化缴税的方式的，那你可以就在我们税务局的网站有一个一化缴税的税务达人一起抽。然后这个活动就是说，你只要上去我们网站上面的有奖征答专区里面做一个问答之后，就可以来办理抽奖的活动。那如果说我们现在希望说大家其实对开征有更一些比较简单的了解，那我们有录制了一个影片，好，然后如果你上来我们那个基隆市税务局的 FB 来观看这个影片，然后有按赞分享的话，也可以来做一个抽奖的动作。你们就会收集好，然后再进行抽奖。对对对，哦，是的，那真的很方便，就是用网络办理很多业务。那房屋税也可以吗？像刚才我们讲到嘛，就是我们的那个申请自住房屋，它其实只要在我们网络在上面申请就可以变更，对，都可以，网络也可以。那我们的税单房地转移也可以，房地转移也可以，我们可以从我们的地方税网络申报系统里面，它有一个很完整的页面，可以申请那个房屋税，啊，对不对？就是申请那个房地移转的部分。那我们只要把资料打进去，那他就会帮你产出你的一些申报书、契约书，他会上传到我们的电脑。Oh. 那我们核完税，如果说你资料都有把一些资料，像他的契约书，因为其实我们房地移转一定要写申报，要写契约书哈，房土地跟房屋的移转的契约书。那你有把契约书这些有给我们，那再来就是因为他线上弄完之后，他可以自动产出那个印花税的税单，如果你有缴完了，那你这些都弄完之后，我们审核完，你如果有上传给我们审核完，我们会把税单也会还给你。那我们税单就会帮你完税完，那你直接拿那个税单印出来去缴完，那你可能甚至税务局你都可以不要进来，就可以直接到地征里面去办过户。哇，一条龙服务，非常方便。哦，嘿啊，不过要自然人凭证或开通的健保卡，啊，或者你的那个行要有那个台湾 FIDO 那个行动制，就是有那个行动凭证要做认证，要认证就有三种方式。对，不过健保卡最方便吧，大家都有。不过你还要有那个读卡机才有办法。对，因为现在是还好，是因为大家好像健保卡都开通，因为那个所得税嘛，所以大家很多人都有开通，所以非常的方便，可以这样子做处理啊。那大家也审核包，也不用出门，好，可以直接在现场就可以把这些人生大事哈，买房的人生大事把它处理掉。哎，欸，真的是越来越方便，就是资讯时代来临。我们要请教简客跟大家分享一下，是不是还有一些便民的措施跟服务呢？对，那个其实因应这个网络时代，我们提供了非常多的网络的便民服务。第一个就是说，我们现在提供了24小时那个智能客服，就这个地方税的智能客服，你们只要 Google 一下，就是地方税的智慧客服，搜寻就可以查到。然后这个地方就是可以，你可以洽询到所有的地方税的一些税务问题，然后甚至于他可以做一些间接申办，比如说我在上面查，房屋税自助申请，然后他就会把你连接到房屋税自助申请的那个页面去，这是很方便的，就是24小时的智能客服。然后第二项就是说，刚刚有讲到，比如说你税单不见了，或者是说没有收到税单，那可以在我们那个网络上去查缴税。那以前的话，其实只有房屋税、牌照税跟地价税三大税才可以做这个动作。那今年也开放了，就是契税、土地增值税还有印花税这三项也可以做一个，哦，也可以查得到。对，也可以做线上查缴税动作。然后第三个就是电子税务文件，这个电子税务文件它有一个方便的地方，就是说你今天如果说你要去申请减免，你可能要财产清单，那你如果来临柜申请，
或者是说线上申请可能都要一点时间。那电子税务文件是你线上做申请，但是你要有自然人凭证或者是已注册的健保卡，线上申请大概半个小时之后你就可以收到了一个电子档，那这个电子档就相当于纸本资料，它是有那个，就是政府是有这个有法律效益的，有法律效益的，对，它是其实是有那个电子签章的，嘿，所以它是在，它跟纸本其实是一样的，印出来就等同于是我们核发给你的纸本资料是一样的。然后再来就是说，这个除了电子还有个电子税单，也要跟大家讲一下，就是说，其实现在有可能，比如说你出差，或者是常常出国啊，或者是你，不是固定住在一个地方，你要收税单可能就比较麻烦。嗯。那你可以申请电子税单，就是说，房屋税开征、牌照税开征的时候，就用电子 email 寄给我就好了。然后之后我收到税单，我就可以自己去缴税了。那之后的缴纳证明，你也可以来申请，就是电子缴纳证明。嘿，但是这个就是要在那个像牌照税、房屋税还有地价税，目前这三个税都可以。然后要在开征前两个月就来做申请。嘿，然后这个其实也是很方便的，就是电子化。嗯，然后再来接下来就是。那个买 data 是最近今年才刚开办的。买 data 有一个好处，就是说，比如说你今天要去申请，就是政府所有的关于你个人的资料，我们都只要你授权给我们，我们就可以自己去查掉，你就不用减负。比如说你要来申请那个身障免税的时候，你可能要减负，就是你的个人户籍资料啊，然后还有就是身障者跟车主的那个。户籍资料、身份证明文件等等，然后还要减负那个我身障的资料，这三个是最基本的，那可能还有其他的。然后如果你是透过 MyData 进来的话，你只要授权说我们可以去查掉你的资料，这三种资料你都不用付。对，就是我们可以直接到户政去调你的资料，因为你已经授权了。我们可以到社会处去调你的资料，因为你已经授权了。对，就是。用 MyData 来申请，那目前 MyData 这个就是政府一个统筹，像希望大家多多运用。那目前基隆市政府有开办，然后在税务局的部分目前有提供的第一阶段，目前已经可以推的就是身障免税的申请以及地价税自用住宅的申请，那陆陆续续会再扩增很多项目这样子。然后接下来就是以前超过期的税单，以前过期的税单就是拿到其实已经很不开心了，然后你一定又不能用信用卡缴，什么都不行，超商也不能收，就会很那个物质，对不对？然后现在就是逾期的税单，你也可以用网络用信用卡都可以缴，就是针对牌照税、房屋税跟地价税，现在过期的税单都可以啦，对，都可以在网络上就不用再跑一趟了，就不用再跑一趟，以前一定要到银行哦，对，一定要到银行才可以缴，现在不用，现在网络上就可以缴。就算过期的账单拿去超商也都可以缴了。超商不行，是网络、网络就直接可以缴。网络上面可以用信用卡或者是那个就是那个网账户转账都可以，对，就不用就是特别请假去缴税这样子。好，那我们要带大家来看看，我现在多元缴税真的非常的方便，一块来看看这段影片。住在台湾，每年固定时间都会收到当地地方政府所寄来的税单，其中四月、五月及十一月的使用牌照税、房屋税、地价税更是固定的常客。依照税法规定，这些税目都是属于抵册税的一种。抵册税是指税捐稽征机关依据所掌握的税籍资料，定期开征并主动寄送税单，交由民众缴纳的税目。但问题来了，还是有许多民众收到了税单，却不知道可以透过哪些方式来缴纳。其实现在的政府机关为了方便民众缴纳，已经提供许多种方便好用的缴纳管道供民众来使用。首先，纳税义务人可持缴款书至代收税款金融机构，以现金或票据直接缴纳。税额落在新台币三万元以下者，也可以到统一、全家、莱尔富、OK 等便利商店缴纳，或透过自动柜员机、信用卡、电话语音、晶片金融卡网际网路转账、活期存款账户转账等方式进行缴税。你可以利用手机行动支付工具，扫描缴款书上 QR Code， 带入缴税资料即可完成缴税。
目前市面上常用的行动支付工具如台湾 Pay、 Line Pay、 接口支付、橘子支付、悠游付等都可以进行使用。另外也可以透过地方税线上查缴税系统进行线上查询及缴纳，只要打上关键字线上查缴税，即可透过自然人、工商凭证或是金融凭证，以注册健保卡加密码以及行动自然人凭证等方式登录进入系统，之后点选要缴纳的税目，系统就会自动带出相关资料，民众只需选择缴纳方式，如信用卡、活期储蓄存款账户或晶片金融卡等，即可进行缴纳。另外提醒一下，纳税义务人必须要在缴纳截止日前缴纳完毕，超过者就属逾期缴纳案件，每逾三日将按滞纳数额加赠1%的滞纳金，超过30日仍未缴纳者将移送强制执行。哎，真的是越来越方便哦！现在网络可以解决所有的缴税问题，不过还是有任何有纠纷的话，其实可以寻找一个叫做纳保官这一个民众这一位人来帮大家解决问题。我们要请教检科，就是其实还是有很多一些税务的纷争，对不对？其实也很难厘清。那这时候你们就会推出什么样的解决方式？其实那个税务对民众来说，有时候真的是很复杂，不是容易那么了解，那么容易了解。那其实就是民众其实在跟税务单位，其实他们资讯有点不太对等，因为民众其实是处于比较弱势，因为他对税法没有你税务局那么专业，所以我们就设立一个纳税者权利保护官来做中间的一个沟通的桥梁，也是一个公正的第三者。所以民众如果你有收到比如说处分书或者被罚款的处分书，或者是你收到这个税单，然后就觉得莫名其妙，你觉得莫名其妙，你不清楚，你第一个当然是打电话给那个税单或处分书上面的承办人问清楚。如果你跟他沟通完之后，你还是觉得这好像不对，不太对，我还是不满意，这个时候一般人、一般民众以前的话就会直接比如说跟税务局要打提复查，还有打官司，打那个行政救济的官司。那现在就是说，其实有一些其实有可能是误会造成的，或者是说不了解，所以我们就是可以寻求纳税者权利保护官来沟通来协调。那这个的话就是你有三种状况，其实是可以找纳保官来做沟通协调。比如说你觉得这个我不太满意，我要申诉，我要陈请的时候，或者是说你真的已经真的很不满意，我要打行政救济的税务官司的时候，那时候可是税务官司我没打过，我也不知道要怎么写那个诉状，或者是复查申请书要怎么写，我其实都不知道。这时候你就可以来寻求这个纳保官做协助。嘿，然后我们纳保官，其实我们在税务局其实设了2名纳保官，两位就对。对，两位。那如果你有需要纳保官的话，你可以打电话进来问，或者是在我们税务局的网站有一个纳税者权利保护专区，里面就有相关的资料，嘿，就是有纳保官的信。也可以写信去问。对对，也可以来申请，就是那个。然后其实就是自从，就是最近这几年，就是民众来申请这个纳保案件的话，件数越来越多。然后其实每年，就是这一些案件，其实本来可能都要去打的，跟税务局打官司的，或者是就是自己可能就是不太舒服，但是就是会对税务局的形象可能就不满意或觉得不公平，这样子就是一个对税务局来说其实是形象的一个受损，这样子。但是因为有这个纳保官的存在，所以就是建立了我们一个很好的沟通的桥梁，这样子。那其实从112年起的话，我们其实就总共有受理了3件，那这3件其实后来民众都有得到很满意的答复，对。然后我们事后发问那个问卷满意度，他们也都是很满意我们这样给他提供一个服务。那所以其实民众如果说有这方面的疑问或者是有需求的话，其实都很欢迎打电话进来，或者是到我们的网站去寻求我们纳保官的一个协助。是，就像有民众就说他的屋龄超过10年以上，也以为不用缴房屋税了，结果又收到税单了。我们要请教宜均科长跟大家分析一下，超过10年的房子是不是就不用缴税呢？我们先讲一下，房屋税不是用屋龄来看的，房屋税我们看的是房屋税的课税限制。那我们目前房屋税，对住家用房屋有免税的规定没错，不过要在
10万1000元以下才免税。好，那10万1000元还一定要是住家用的，如果你拿来做营业，那就是要课税，或者你可能你的房子本身要拿来做公庙啦，做补习班，这些都是要课税。只有住家用房子10万1000元以下免税，不过还是一样，政府单位免税啊，那个是一般的免税，那个就不是住家用房屋，因为政府的房子一般不会拿来做住家。那这个的东西当然是今年了，我们要讲一下明年，然后我们还有一个延伸版哈，延伸版的部分，延伸版的部分是我们现在目前的规定，本来是只要10万1000元以下就免税，不管你是法人、自然人都可以免税。等到明年啊，113年7月以后，只有自然人10万1000元以下的住家房屋三户内可以免税，超过三户要课税，法人一律课税。哦，嘿，所以现在如果对，如果听了忘记没关系，我们可以上网查一下。对对对，这只是让大家知道一下啦，因为这个东西攸关到以后。以前大家很多有些人，其实早期的时候有很多人，他有很多的免税房屋，可能拿来租给那个啊，可能隔成哦，就是小间的套房出租嘛，哈，租给学生。对啊，现在三户以上就三户以上要课税嘛，那些东西就会跑到那个非住家房屋去了。对，就会又影响到后刚才讲的税负的荷包了。所以大家还是要注意一下，算好算好，如果有的话就注意一下。是，好，我们剩下最后2分钟，我们要请三位跟大家呼吁一下。我们先请江科淑静科长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呼吁大家记得缴牌照税了。对，就是那个如果有车子的话是应缴税的，就是150cc 以上，然后不是那个完全以电能为动力的那个电动车以上，就是有课税的一个情形。那记得在4月自用的话4月要缴税，那营业的话是4月、10月要缴税。那如果没有缴税哦，又使用公共道路被查获，它就会有一个补税跟罚的一个情形哦。那包含像那个刚有提到那个，如果说是车牌已经被注销，包含你去缴销或办停驶，也记得不要去使用公共道路哦。那要不然也是有一个罚锾的一个部分。那再跟大家呼吁，如果说有那个身障者哦，供身障者使用的车，不论自己或亲朋好友，也可以来申请身障免税。那如果是本人的身障者本身的车是免税，我们会主动办。那我们也在去年也有辅导了1000多件哦，就是我们寄了一个辅导函，主动出击，就是说，如果您的车它是那个二轻等的，那个又在同户籍，那本人又没有身，本人没有车，没有那个有没有驾照的时候，我们也有寄辅导函，那也有很多民众收到这样一个部分来跟我们申请，那也让他们有这样的一个资讯及早获得。是哦，好不错啊，帮大家审核报，因为真的要跟大家呼吁、呼吁再呼吁，因为这就是常常碰到的问题。好，那我们要请教怡君科长。好，那就提醒大家嘛，哈，今年七月开始哈，房屋税实施新制了。那以后的自住房屋的部分必须要以户籍为准。如果说大家的户籍还没在那个你自己所买的住的地方哈，你记得要把那个户籍哈，在3月22号以前好迁进去，那这样子你的房屋税才有办法适用自住的优惠。那9月22号以前要迁进去，才可以享受地价税自住的优惠。是，所以要记得3月22、9月22，你的户籍要迁到真正住的地方，这样是最审核包的。然后最后我们要请教简科长，缴税的方式非常的多，不管你是用网络啊，或者是超商啊，吼，信用卡各方面都非常的方便，所以呼吁大家要如期的缴税，可以来抽奖哦。是，今天非常谢谢三位科长，我带大家来了解税务的措施，记得要选对自己最有利的缴税方式，而且要记得缴税，让我们的国家软硬体建设更进步。谢谢三位科长，也谢谢电视机前面的观众朋友，我们下次见喽，拜拜。